外来了我落魄人，但你也家父欢迎京城为官半地翻版小伙连连进宫进来宝贝入京城文武百官不是宝我弟弟金兵十八奉功臣谁知老者巧计用晚殿上换走一本我万岁金殿圣旨将爹爹去站在屋门见证又把二本正满门抄拉入京城多么佳人宝珠荷花园宝我逃出看天色不早待我早已安身之地也就是了母亲儿啊为娘不累母亲你要多多保重你
家财被花分，可怜我的老爹爹少餐死，逃出来我
是走吧。儿啊，你们休要落泪，虽说你弟弟死去，山东历城怀有你的儿叔，为娘带你几妹爱人投靠于他。儿啊，我们慢慢地走吧。叫刘喜，我怎么前世讨着这么一个好吃懒做的老婆，家里事情呢一点不做，整天在外打牌呀玩乐啊，这怎么办呢？小树啊，这不是嫂子来着吗？见过矮树。哎呦，罢了罢了，乖乖，我这两个这女儿长得这么大了啊。哎呦嫂子，今天什么风把你刮到我家来着？二叔，你哪里知道，只有你兄长他怎么着？他已死了。啊，我哥哥死得了，难怪你们是徒步而来呢。嫂子，你到我家，是来求亲的。你兄长刚刚死去，他死国未寒，家中着了火灾，万贯家财被火焚化。可怜我母女三人逃出寨外，无路可走，只好求求你父亲收留我们。嫂子，一家人怎能说娘家话？不过
你晓得这个家不是我做主，我不免呐，把你弟媳妇你叫出来，你和他商量商量啊。哎，我说老婆，可来喽？怎么事啊？你看哪个来着？啊？哎呦，是嫂嫂来着，今天是魔风把你们吹来着噻。拜见爱神。咦，今天他们几个来，为何这般模样呢？哎呦，我说嫂嫂啊，你们今天到我家来是有么事吧？弟妹，我不见你也知道了，如今我母女三人啊，是来到你家投亲的呀。
就靠做几亩田拿来许多银子噻。有道是愿舔一斗不愿舔一口，你们一哈子来了三口人，我们嘎不要喝西北粉嘛。弟妹，我也知道，亲不看万不看，看在你的丈夫与我老爷乃是一念属实，只要你收敛我们，哪怕你们不穿的衣裳给我嘴嘴寒冷，不弃的东西给我母女三人重重寄报。师兄，你就算着算着，我也不想跟你们多啰嗦了。你看我们家也只有这个样子，嫂嫂你们还是请便吧。啊，母亲，我们怎么办呢？母亲，我们走着走走。嘿，呦呦呦，怎么事啊？还想打人呢？哼，呸！去让他母女三人先住家这个祠堂里呢。
对，就是这个鱼，嫂子，嫂子，慢走哦。离开故乡数月阵，音信来临，苟且偷生。向南行走，躲躲藏藏，到如今腹中饥饿难忍难，哎呦，怕的是黄泉路上追溯酸情啊哟。
这怎么办呢？啊，不管怎样，待我将他救醒。啊，珠子，和我手上的珠子一模一样，这就怪了。一见镯子心来惊，和我的镯子是一胎生，是与主为证，一对与主是两人分。如今镯子在眼前，莫非就是我救命之恩，不谢也罢。公子，你是哪里人士？为何昏倒在此？小生乃元范人士，流落在此，赌中起我，故爱昏倒路旁。哎呀，公子，你嘛。你那手上的玉珠，它是？你问我的玉珠？是啊。哎，小姐呀，我的娘早年把我家几亲戚，还和我玉珠作为聘，一直佩戴。她就是刘家小姐。刘家小姐么？对，刘家小姐，名唤刘玉英。刘玉英呀。小姐。
小姐。公子。你是？我就是刘家小姐刘玉英。哦，你当初与我两家定亲之时，又与作为凭，你与作何在？公子，你看，哇，你果真是刘家小姐。是啊。哎呀，小姐，你找得我好苦啊！公子有所非知，向我爹爹告老还乡，谁知一场大火，万贯家财举一分黄，来到叔父家投亲，谁知叔父不认，只好在那池塘站住。公子，快随我进屋去吧。好，不知岳母可好？母亲早就盼你。待我速速前去拜见岳母。请。公子啊，就是王家公子和女儿有孝定终身的他，我的女婿啊，赶快带进来，带进来。哎哎，小婿拜见岳母大人。儿啊，起来。
谢岳母。儿啊，岳母，自从你弟弟发惨斩首，这么多天来可把我想坏了。岳母，自从爹娘去世，孩儿远离家乡，是指望前去你家投亲，没想到岳母也落到如此光景。唉，看来我今生今世是永无出头之日了。儿啊，既然你来到荒郊野外与我女儿相见，从今往后你就等在我的身边，我母女三人就是逃犯交界也要你共度死数。谢月母。日英，母亲，你们也老大不小了，纵然公子来到祠堂为娘祝祝，让你们夫妻忘恨，多谢母亲。有什么责过难过，为娘祝祝。如此，那就委屈小姐了。君娘子，今日上京，你可千万多加保重。你也要多加保重。夫啊，
王家的后代骨肉娘，要是做官莫忘本，莫把亲爱一旦丢，今生若是高官不得中，妻子我盼你早回头，粗茶淡饭不嫌弃。家去吧，为妻知道，望你去到京城以后，早去早归，为妻送过夫君。娘子，你莫成亲，只有夙愿。
我却是难以割舍呀。夫君为妻有盏花香，你带在身上。好，从今往后就让两只花香陪伴与我。多谢夫君。回去吧。臣在，来见啊！有官坐江山。替故创旨，有本起奏，无本退办。遵旨。曹芳听了，万岁有旨，有本照奏，无本退朝。丞相有本，随旨删殿，领旨。老臣范冲叩见吾皇万岁，老爱卿平生赐座，谢座。老爱卿，上得殿来，有何本奏？万岁，闻听人言，那辛苦状元刘强，他是冒名顶替。此话从何说起？那刘强就是叛臣王宗之子，名叫王强。好，但不知他现在何处？就在殿下。微臣在。替国创旨，双刘强上殿。遵旨。万岁有旨，刘强上殿呐、啊！领旨。刘强参见吾皇万岁。咚！当大帝刘强你明是反叛万宗之后，名叫王强，上得殿来欺贫顾王，要你何用？金瓜无死守，将罪臣与我拖下去斩。是。啊，这是什么？啊，老百姓
啊，那是什么话？万岁，这是那万钱深山掉下来的，你看，好美，好美！画像之上写的来是刘玉印。哦，老爱卿，万岁，替古传旨，将那刘强赦回殿来。刘强闪电领旨。臣敬万岁，平身谢万岁。刘强在像这画像之上的刘玉印，他是哪个？他是微臣的妹妹。妹妹，不错。安万岁，你休劝他胡言乱语，千真万确。是啊，老爱卿，那王强拿来的妹妹分明就叫刘强。哎，这个刘强听奉臣在，不枉封你为当朝国舅，并让你将你的妹妹带上金殿，不枉封她为桃花宫桃花娘娘。这领旨。